来做什么？介绍一下。今天呢，我们为了7月7号、7月8号的 Seven Eleven 啤酒节的活动呢，正在安排舞蹈。然后这次的舞风是非常帅的。然后呢，比较辛苦的是子琳，因为这两首其实我们在乐天就有表演过，然后我们两个很喜欢，也觉得非常适合这次的表演。所以呢，我们有特别安排了一些不一样的桥段，然后在那天表演，就大家期待一下。然后现在非常累，因为我刚去完雅涵的签书会。雅涵在哪里？你签书会结束在哪里？对啊，超累的。我很累，我就签到就是大概6点的时候，然后回到家大概休息个半小时就出门了。有啊，穿这个是因为我们进教室要脱鞋子，所以我就想要以舒适度来说，就先这样。那我刚刚有出 trouble 吗？好像没有，没有啊，所以先说一下。那你觉得这次我表演怎么样？你最惊的是什么部分？跳完舞要唱歌吗？对啊，可是刚不小心弄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。没错，真的太棒！我们以前怎么没有想到？有啊，我有想到，刚是我提议的。是啊。你就下去了，你争取一下，你争取一下。你们要做一个交棒的仪式。对啊，很赞。对啊，你们还要很我很在乎你。我先想到说，哎、欸，你等一下就要马上唱那些。哎、欸，还是你这个离开啊？不不不，这样子。要刚从你刚刚这段有拍到吗？刚刚提议这段是谁？要不要那个 VCR 一下？他可能没拍到，应该是没拍到。反正就是笑出来。刚刚找到一个解决方案，然后也有加设计一些新的桥段，对，就给大家不一样的视觉体验。我算大荧幕了，12:8
三哦。宽度多快？两米。宽两米，二一三，快快快。两个八八的心应该是我们两个会这样子，这样我们会一直这样吗？我们要无限的震动我们的八米，对，好，来注意哦，两个八八，我已经想好，我要拿他们的手机，我们要全部一起靠近，好像 breaking 一样，然后你帮我后退，对， OK 啊，然后一定会折伤，你帮我蹲，要有人在那边哦，然后回到舞台原本，没有，不会回到那边了，回不去。你们就在最前面做 ending， 在这边 pose， 然后你们这个时候有官方说的，你也可以打个 IG， 一个 pose， IG， 哎，哈哈哈哈哈哈 ，OK， 他会去帮你那个。三个人，因为我们明天就要表演了，我明天就要下高层了。又拆，对，出自于我们经纪人丽奈的手，还有他爸，丽奈爸，丽奈妈，丽奈把他们一家，他们整个家庭投入了，对，这个衣服，对，家庭真的耶，来给大家看一下后面，后面，来，小细节都有，对不起，好，对，公主绑带，没错，然后还有这个钻都是自己加的，加上他的肚脐环是非常搭的，这个钻都是自己镶上去的，这个也是自己镶上去的，就是为了想要搭这个去镶的，对，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好，就是我这件衣服呢是很秀在他手上，然后还有这里，然后因为我这个不是剪了一半吗？是，然后一半在他这里，所以这件衣服非常的物尽其用，然后其实我们的服装都是从一样的元素中做不一样的感觉，你看像他这边就是针对在这边有个胸线的感觉，然后针对我们每个人身材设计不同的款式，像我的话就是钻都是在下面，然后他这边还有个小细节是我觉得漂亮，就是肩带还有一排钻，非常的好看。然后另外我特别为我们的身高体重找一些不一样的版型的裙子，是的，对。那你的 T 恤是什么？因为他刚是铺路口啊，不是，因为我的有一点，今天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比较，讲完好不好？就穿这个颜色会看起来是很奇怪的吧？然后我的其实就是会套上一件这个，然后内搭是蓝色的，就会呈现起来就会完全是一体成型，对，一个大团体，没有天团，李子琳与他的舞伴，对对啊，蛮像的。李子琳与他的舞伴。